精神饱满，我感觉这次的出征必将会取得圆满的胜利，大家是充满必胜的信心的。这一次呢，因为香港的疫情比较严峻复杂，每天的发病人数还维持在五位数的水平，高峰的时候甚至接近60000的阳性感染者。根据专家的研判，现在的疫情呢仍然处在高位震荡的这样一个阶段，所以中央政府和广东省派出你们到香港工作，是根据香港疫情的形势和特区政府提出来的请求。各位身上呢都肩负着非常重要的使命和任务。香港和内地，我们都是中华民族的同胞兄弟，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尽管我们国内现在也面临着一些地方疫情反弹的严峻形势，但是香港的疫情更复杂更严峻，所以香港特区政府提出来请求内地医务人员去帮助，我们毫不犹豫地给予支持。今天我们300名医疗工作队员进入香港工作以后，使得我们在港工作的内地医务工作人员将达到506名。前期入港的这些同志都在香港发挥了重要的功能和作用，无论是在重症患者的救治指导，还是在核酸检测以及面向社区居民的采样过程当中，都能够见到我们工作队员的影子。我也期盼着大家在完成中央政府交付的使命和任务之后能够胜利归来，能够安全归来。在这里代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政府和所有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居民对各位今天下午的来临表示衷心的感谢。而且我们现在必须重中之重是减少重症、减少死亡、减少感染。另外我这真的是非常感动，我看了一些访问，来港的医护人员其实都是要很短的时间离开了你们自己的工作岗位，你们都有自己的病人要照顾，但知道香港需要你们的帮忙，都是驰援香港。等于2年前很多的医护人员都是驰援武汉，所以我对你们为我们做了这个付出感到非常的感动。在深圳市政府跟我们的全面配合和各位这个不劳辞苦的来到香港为我们加入我们的医疗团队，香港一定可以打赢这个抗疫战。快来订阅通识，按旁边小铃铛给我们点赞和分享哦。如果有什么想说的也欢迎在下面多多留言。